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白道曝光的六弟。今天是我的成人生日，今天我就18岁了。你们给我的所有的祝福还有关心，我都收到了，谢谢大家。即使是自己在家待着，也没有那么孤独。然后我 ，You are not alone。shut up。我录这个的原因是我两个暖心的哥哥给我准备了礼物，然后他们还写了，拿反了，谢谢，拜拜。还给我写了生日的祝福语。他们本来白天早上起来就给我了，但是我是专门想留到现在和你们一起拆这个礼物，对，看他们送给我点什么东西。在18岁这么重要的年纪，他们会送给我多么有纪念性的礼物。所以我先拆 Leo 的，先把他的给拆了，能看得见吗？还挺大，不知道什么东西。真拆了啊。哎，等一下啊，上面歌词。My man， 这顶上他给我写的有一句 Did you write this yourself? Yeah，字儿还是得再练练啊，能看到吧？ No, they can't see. 它上面写着 No such thing as a life that's better than yours, because there's beauty in the struggle. 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一句话，因为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叫 J. Cole 的一首歌 Love Yours， yeah， 里面的一个 quote。所以先我拆一下，很快啊。还是有点亮，再暗点，行。还行吧，侧光感觉有一种立体感，这个样子五官比较立体。对，为什么我过生日要录拆箱视频呢？啊 ，shut up no， 什么东西？你看我那个 ，Oh man， rip it， OK， 又你又买了个键盘。哎，这个是很方便你随身带的。对对，就我刚想说，我正想买这个呢，因为那个太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如果在这儿，我就要转过来录，啪啪再转过来再回来，然后再转过来录，再转过来回来。然后所以这两天我就一直想买一个那种比较小的，直接放在面前摆着的那种。And you got me the perfect gift. Yeah, boy. Woo! Open it. How do you open this? Oh my god. Like that. Oh.How does it look? Oh, hey man, you should do this. Oh God, you got it. 哇，这个太完美了。It's very cute, man. I have to be honest. 还行。你们看，很棒。我记住你。咱们现在就拆 Patrick 吧。OK， 然后我们 Stop, man. Stop, please. So let me do the video. Do it. 他一直在旁边干扰我，这个人不瞒告诉大家，他现在坐我旁边，他连裤子都没穿。哎，闭嘴！我现在拆我大哥送给我的这个生日礼物。哦，是个真花。是，要不然呢？我这就是 like decorations。你看人家这个包的跟那个比的，哎，人家这至少缠的还是一个就我不太会解的结，你那个就一撕就能拆。别这么多事，他那贺卡呢 ？Oh yeah, where is it? Oh, this bag.对，我大哥写给我的一张贺卡，给我写了一些比较走心的话，上面写着年轻不是一个人生阶段，而是一种心态。他可能是想告诉我，就我没有老，马上也二十，就快老了，但是他说就是保持住那个心态，你永远都年轻。然后里面他写了一段话， Life is too short and complicated. Be patient. Good things always takes time. Love from Big Bro.Patrick， 然后一定要走路，一定不是什么走路，走人生路的时候一定要很耐心，该来的都会来，不要着急。最后是来自大哥的爱，我们现在就拆这个。Oh, bro, wait, what? 这是某种电子设备，上面有那个型号。Oh, yeah, it's like the best headphone in the game.我其实能想到送给我一个监听耳机，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的那个监听耳机刚出了点问题。前段时间我不发过一个视频，我们第一次在购置那些设备，第一次的话就是经验很不足，买了一些不是那种特别实用的。前两天我那个监听耳机就有点问题，马上就换了一个新的。咱们男生之间互送礼物，永远先想的都是要最实用的，对，不会那么有心。Another point is that 不会，也不是那么不会有那么心。不是有心意的还是 yeah. Yeah. 还有就是 because we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yeah 他们比较了解我，知道我比较喜欢什么东西。里面这个盒子这么酷。 I know oh this is pretty hard okay ooh what brand is this apparently it's called I don't know wait
I thought I knew, but this, I don't know, bro. But he told me this is like the best headphone. What do you mean? Wait. What brand is this? It's probably like, I don't know. 哎，这个看起来，它摸起来应该会很舒服。哇、wow! oh!！Wait man， 先给他们看。你们看 ，Oh God， 它就是 ，Wait get the old one， 因为之前那个就是很烂的。We lost it. No, it's right here, man.、Oh. 这个是之前买的那个，就很不，因为它的这个地方，不说它的音质吧，就这个地方，果耳朵这块是那种假皮，然后。反正就 What do you mean fake leather, man? It's not fake. It is fake. No, it's just that the quality of these headphones. Okay, tell me what leather is this. I don't know, probably. Right, it's fake leather, bro. Right. It's that simple. Whatever you say. 马上这个东西你们看一下，就完全就不是一个 level 了，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它摸起来就像那种七星级酒店的浴袍一样，你去过七星级酒店吗？那那不是，不是你。我只是想描述一下，你戴一下试试。这个耳机很明显非常舒服，而且不用想也能知道它的音效有多好。但是也不是说我没见过什么世面。Shut up, bro。其实我想着，本来我想的是你们两个谁可能会送我 一辆车什么的，哎，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一般不都是十八二十的时候就啊给辆车什么的。确实没那条件，我觉得生日礼物还不错。咱们不开玩笑，就认真讲，就是还是希望你十八岁可以开开心心的，就是对 ，Go chase your dreams, bro. OK, yeah. 今天也非常开心，这次我妈妈和小姨也都来陪我过生日了。今天起来之后就出门和他们去转了一下，吃了顿饭，然后蜡烛也吹了，愿也许了，就是。都做了，然后回来之后就可以拆礼物，还是非常幸福的。然后你们给我送的祝福呀，包括大家关心，我也都收到了。我要替他们说一句话 ，OK， 就是你要多更新一下你的微博，多营业是吧？对，多营业。你也开始催我营业。然后你要多看看大家给你发的私信和评论。好的，我会的。然后你就是个弟弟 ，OK。现在虽然十八岁了，还是弟弟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太暖了 ，OK。再见，这是白道报告的6D check out yo。